大家好，我是妍妍。昨天说对我们的美杜莎下手都还没有弄，今天就来弄美杜莎了，把它们重新换一个加仑盆，把这些叶子，就是它有点遮到那个侧芽嘛，就把这些叶子全部给它剪掉，让它侧芽好好的生长。走吧，今天干大事！今天太喜欢这美杜莎了，太多侧芽了，就是现在看着有点不太好看，但养个一个月。保证漂亮的不得了，我要今天要把它们修整一下，把这些叶子散落的这些叶子全部收拾了。来，走嘞，整顿美杜莎。我觉得我最近都干着一些就是残忍的事情，反正就是修修剪剪。美杜莎上次那个好长得好漂亮啊！那不是弄了，你们好久又要过去了哟。嗯，过两三天等它熟悉一下了，我们就回去。那树叶都低了，尖了，换个盆儿。知道为啥要把这个剪了不？剪了侧芽都全部出来了，侧芽就会长得好。反正这个叶子也没用了，二回子它自己消耗，剪了它会消耗的快一点点。底下侧芽又不得遮光，把这些侧芽中间的这些叶子全部给它剪掉，只留顶端的叶子就可以了。顶端的叶子留到散开，底下的侧芽长了颜色了就好看。这个剪了，你看下面这侧芽，好好看哦，没有那么凌乱了。待会儿喷点水，浇点水，过两天就更好看了。免得它遮了光。土面石，就换个盆儿弄点土面石，当时马上就提升一个台阶。如果能换成陶瓷盆儿，那状况又不一样了。这样，我期待它们变美，变美的老妖呀，趴在那里捋枯叶、捋叶子。你看，捋了这一地的那个长叶子，就是侧芽中间的那个叶子。哇，这样看着还可以。我把它们全部摆着，喷上水，一下就美了。我觉得最多过一个月，保证漂亮的不得了。侧芽好多呀，超级喜欢这些侧芽。太美了，侧芽，再养一养。中断了，关。哎，感觉我下手有点狠啊！反正你看嘛，这个被叶子遮了，遮的那么白亮亮的，一点都不好看。没有遮过的就超漂亮。你看这一颗，我们喷点水，好好看呀、啊！这一颗的侧芽，喷点水，然后今天先不浇水，就是先把它们洗一下，喷一喷，然后后面再来。再来给他们浇个水，浇个水一两天，一下就鲜活了。一般的人不敢像我这么整啊，简直就是乱整。但我觉得每次给他们弄得好厉害，然后后面就会变得好美，越来越美。你看这些侧芽，漂亮的不得了，一圈一圈的，就相当于是两层侧芽了。还有好多朋友可能会问妍妍。为什么你要给我剪掉，不直接给他们拔掉就可以了？因为拔掉的话，它那个和杆子叶片和杆子之间就有伤口。要是它自然消耗的，它就不会有伤口。你这样剪了，它自己就会慢慢的萎缩，然后自然就消耗掉了。啊，好，期待期待这些变得漂亮，
等到再过一段时间，我发觉有变化了，再给大家拍照啊。